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小猪佩奇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爆裂飞车玩具。这是一款可以弹射回收的爆裂飞车，虚空魅影，可以强袭夺金。这是一款暗黑系列的幽冥星。现在把我们的这一款幽冥星把它打开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幽冥星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四个黑色的晶片。现在我们来把我们的这款幽冥星把它收纳起来。它是怎么收纳的呢？先把我们的这边，这是我们的零件，把它往下按压。这是我们的说明书，这是我们的收纳方法，这是我们的收纳方法。这是第一步，先将炮弹，先将我们的炮弹向后插进我们的炮筒，压到位，扣在车底，将车尾这边一个拉杆拉到尽头，上好链后放手，拉杆会自动回复，这样会自动回复。底部反转过来，将弹板向前扣在车底，防止我们的弹板反弹回来，手不能放在这里，小心夹手。车身盖向下压，连动车身部件一起扣在车底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爆裂飞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晶片。推动我们的爆裂飞车，瞄准晶片，爆裂出击。我们再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召唤玩法。哇塞，注意小心。第一步，先把我们的炮筒向里按压，拉杆向外拉，推动我们的爆裂飞车，瞄准我们的晶片，爆裂出击，爆裂夺金成功。这是我们夺金玩法。现在我们来为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一款
暴力飞车、幽冥星、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暴力飞车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